嘅，其實小星插班生咧，顧名思義咧，就係、是、去到嗰度令嗰啲小星忍者忍唔到口，即係要佢哋笑嘅。咁啊，小星插班生就要扮鬼扮馬啦。咁啊，喺呢個箱裏面咧，我哋五個主持人嗱，依輝同埋 Bang 明明喺度啦，我哋代表埋佢主誒、即係抽噶啦嚇，我哋係公平公正公開嘅。咁、okay? 都算公平公正公開咧。所以入邊有好多一啲經典嘅人物係咪？係冇錯啦。咁咧。小星插班生咧，呢一次要饰演嘅角色有两个，一个咧就系玛丽莲梦露，仲有咧就系、是、李小龙嘅，系啦。咁究竟会系边两个做小星插班生咧？我哋三个先嚟代表自己抽先，好剩翻嗰两个一定系表面同埋依灰粉啦，系咪先？我是中了其中一个的。你是哪个？不用 retake 的情况底下，你觉得会是哪一个？好耶！是李小龙，是李小龙，是李小龙，是李小龙的。好耶！表面同依灰究竟边个是玛丽莲梦露，边一个是主持人呢？我们现在有请阿神代表。笑啊！我代表表面咯。我代表表面啊 ！OK OK OK。睇下表面系咩啊？表面，我没有骗你的啊！表面嘅，呢个表面嘅。表面啊，理智。二宝同温成，我哋嚟啦！咁啊，把笑声传奇呢个周末咧，我哋将会去到嗰度咧，寻找笑声忍者嘅。咁啊，有我妹子啦 ，Kitty 啦，同埋阿神啦，仲有依辉同埋表面一齐去到嗰度咧，同你一齐玩游戏，同埋笑声忍者可以赢取大红包。叫声很吵，偶尔想起你的笑，hold不住，我心跳，Love you一来跳进。